我中枪开步！停路爷！你放过我啦，唔好浸我猪笼啊！田老爷，你放咗我啦，放咗我啊！唔好啊，唔好浸我猪笼啊！我做鬼都唔会放过你哋噶！掟佢落去，浸死佢！浸死佢！浸死佢！死佢！死佢！咁嘅死佢！我哋翻去。根据总部嘅指示，派嚟呢度嘅有个处长，一个沙展，一个散仔。起先5726，黄小明，1987年喺警察学堂以一级成绩毕业，请多多指教。起先167，老二，1947年警察学校一级成绩毕业，当差20年未拉柴，所以系一柴，可以指点你嘅日转行，可以转行就即刻转行。多谢前辈指点，多谢前辈鸡蛋。唔好前辈前，前辈后，人哋背后叫我老爷，当面系叫我老爷。老爷，咁你食过早餐未啊？未啊。你食鸡定食鸡蛋啊？梗系鸡蛋啦，啲鸡啱啱生完蛋，你劏咗佢啊？传咗去仲边有鸡肯生蛋？嗱，喺市区度做差人，可能要记住十几条禁忌。不过系西湾呢度做差人，禁忌只有两条。哦，边两条啊？啱啱犯咗第一条，好奇。如果我系好奇嘅，第一个问题我应该会问，点解西湾又叫猛鬼湾啦？啱啱又犯咗第二条禁忌，讲鬼。鬼？啊！
你食咗早餐未？未啊。哦，咁你食啦，啱晒你啊，因为有晒你啲口味喺度。仲食得落咩？村长，你唞顺你先讲啦。咩事啊？沙滩上有条尸，冲咗上嚟啊！原来浸死个样咁核突噶，有咩发现啊？死者系女人嚟噶，你阿妈嘅系女人啦，咁叫发现咩吓？你头先讲咩？讲多次。你阿妈嘅系女人啦，咁叫发现咩吓？啊，木板，冇错。由今朝啊，你哋擘大眼嗰秒钟开始，我已经系西湾警署嘅署长。Attention！起尸167老严报道，起尸5726黄小明报道。讲，你阿妈就系女人啦，咁发现系死者系女人，咁叫发现咩？死者系女人，我阿妈又系女人，但系死者唔系我阿妈，咁算唔算发现啊 ？Sir， 乜你阿妈又系葬身大海，到依家仲未反上嚟咩？啊？擘开口睇下。要你啊。啊？见到啲乜嘢啊？条脷啊！口里边啊，梗系有条脷嘅啦，废话。佢满口泥啊！满口泥即系话死者系喺水里边浸死，唔系死咗先至抌落水。阿 Sir， 呢个发现好重要喎。当然。使唔使咁擦鞋啊？唔系擦鞋，呢个发现的确系好重要。因为死者如果是死咗至俾人抌落水嘅话，即系俾人谋杀然后弃尸大海。如果是谋杀案嘅话，根本就轮到你啲咁级数嘅人去插手。我冇谂过要插手啊！我命令你插手，即刻去东湾派条船过嚟，将条死尸运去香港嘅殓房，然后顺手攞埋个验尸报告翻嚟。Yes sir。浸死嗰阵系咪好辛苦嘅咧？死咗之后，佢哋又会唔会变鬼咧？哇！如果而家变鬼，我咪好大镬！我唔系咁得人惊啊嘛！唔系，你啲头发难睇啲啫。呢啲嘅禾杆冚珍珠啊，难睇嘅头发下面有个充满智慧、学识同埋理论嘅头脑。My name is Queens， 首席验尸官陈大文，你叫我坤西得啦。我系 PC 5726黄小明，系跟西湾嗰单 PBF 嘅。你当我差有几耐啊？我啱啱喺学堂毕业，今日系我第一日喺西湾警署翻工。咁即系话呢条系你见嘅第一条尸咯？都唔算噶啦，我老豆死嗰阵，亲人你嘅遗体唔系叫尸。我话你呢条系第一条尸，系第一条尸。我睇嘅有睇错嘅咩？系第一条。尸分几多种啊？太复杂嘅嘢我唔知噶。尸咧就分全尸、新尸、碎尸、干尸同埋腐尸。你知唔知浸死叫咩尸啊？僵尸。啱一半，浸死嘅尸因为全身无限制咁冲水，所以发胀，列为胀尸系啱嘅。但系唔好忘记，如果浸得太耐，尸身一样会腐烂。有时随手一掹，手皮就好似手套咁掹咗出嚟啦。唔使惊，呢啲唔系手皮，系手套嚟嘅咋。我再考下你，如果吊颈死嘅列入咩尸啊？坤世医生，讲翻我送嚟嗰条尸啊。你送嚟呢条尸，肺部同胃部大量积水。口鼻喉大量积沙，身体并冇表面嘅伤痕。
昆西医生啊，我想知份报告几时得，我希望尽快离开呢度。官方定私人噶？乜验尸报告都有私人嘅咩？有啲死人讲出嚟都冇人信，我会另外写一份私人嘅报告留翻俾自己睇嘅。有啲咩讲俾人知都冇人信噶？嗱，就讲我啲头发啦，出入雪房多先至会变，近得防腐剂多先至会变白又飞软。讲翻验尸报告好唔好啊？你带嚟嗰条尸，官方嘅报告我会写死于意外，致死嘅原因系浸死。至于私人嘅报告，我会写谋杀。谋杀？谋杀佢嘅凶手系水鬼。吓、啊，好，好嘢，唔笑，证明你有啲慧根，知道我唔系发噏疯。年轻人，我喜欢你。水鬼，水鬼系点嘅样？系咪真系好多人惊嘅咧？喂，做咩？咩事啊？冇事，冇事，冇事，发白日梦啫。唔好再幻想，唔好再幻想。老爷，你信唔信有水鬼噶？唔信笑呢啲嘢嚟做咩啊？唔通开野火会啊？喂，水鬼唔知点样嘅咧？唉，同你讲过，日头唔好讲人，夜晚唔好讲鬼啊嘛。讲鬼会点啊？就会见鬼咯。喂，我唔见啊，咁你见唔见啊？梗系唔见啦，我哋时运高啊嘛。时运高，你讲俾我听啊。唉，听日先讲得唔得啊？而家讲咯，怕咩啫？你话过我哋时运高噶嘛？听啲老人家讲。做水鬼好惨，日头太阳猛，就好似浸咗落个油锅度咁，身烧火起。到咗夜晚，日头收咗，啲水呢又冰寒透骨。落雨仲惨，好似万箭穿心。爱人，你死得好惨啊！咩事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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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有嘢啊？喂，啊！喺度笑咩啊？哦，烧啲溪钱俾只水鬼啫嘛。水鬼咩水鬼啊？阿 Sir 啊，系法医官同佢讲呢个湾有水鬼问人落海啊。水鬼，戆居！我今日饮咗成晏昼水啊，等到皮都巢埋啦，鬼影都唔多只啊！水鬼，如果真系有水鬼，你仲喺度放得屁？你啊，落水，即刻落水！咩事啊？证据，我要水鬼嘅证据。算啦 ，Sir， 黑妈妈，听日先啦。今天的事今天做，好危险噶。危险？连你都信有水鬼啊？诶，佢唔识游水噶，叫佢落水有冇水鬼，佢都死梗啦。咪住咪住，喺讨论我落水死唔死梗之前，大家搞清楚，如果要落水办案呢，系水警做嘅事嚟嘅。好，水警啊！哎，无端端得罪上司，你时运都唔高到去边啦？我时运唔高，唔通低啊？警察生涯是一个噩梦，早上迎接我的。是一条发胀的女尸，下午陪伴我的是一条又一条的全尸。哦，殓房，你的名字是恶魔。哦，雨房，你的名字真好啊。大家都是房，为什么差别这么大？一个吃奶粉长大的男孩子，一个从未接触过雨房的男孩子。哦，上帝，为什么你要让我在殓房度过下午呢？还是要我认识那喜欢胡言乱语和汤尸的昆西医生吗？难道我真的时运低吗？
低到可以见鬼，是水鬼，不是，是女鬼，也不是，而是见我的大头鬼。其实世界上应该冇鬼嘅。老爷，是你啊？你度发咩神经啊？我俾你吓死啊！我俾你吓死啊！真啊！你行入嚟冇声嘅，我以为你瞓咗嘛。点知你鬼鬼祟祟喺度做紧乜嘢啊？你喺度做咩啊？我，我，你唔好话俾我知见到乜嘢啊！就算你见到乜嘢，你都话唔识我啊！费事佢嚟揾我啊！做到啦！啱啦，我扯扯佢，扯扯佢，我扯扯扯扯扯扯扯佢。王小明，你真系可爱，我会保护你。我不会被人哋伤害你，亦都不会被任何人喜欢你。你知不知道你做紧乜嘢啊？梗系知啦，村长扯旗啊嘛！你神亏噶，你自己冇得扯，嚟呢度扯。今日风平浪静，水不容波。电视台天气报告个公仔啊，都系掹枝花吹口哨噶。天文台唔加机噶，你嚟呢度请我嘅。系啊，村长你有所不知啊。知你个头啊！你知唔知今日系礼拜啊？几多人嚟游水啊？我哋净系得礼拜六同礼拜做啲生意咋？你而家扯红旗，想靠害我哋啊？你咪 short 咗啊你？唔系啊，因为个海有水鬼啊！哎呀，佢真系 short 咗啊！黐紧你，乱噏廿四。快啲放翻支红旗落嚟，村长。为咗公众安全，我有权扯红旗唔俾人落水噶。为咗大家嘅肚皮，我身为村长，我有责任落咗支红旗。村长，你听我讲啦，讲你个头，扯！我叫你拉屎啊，扯啦！嗱，如果你再系咁，我可以拉你噶。拉我？不如我拉你啦。唔要嘛！喂喂，拉你嚟放手！喂，放手，放手啊！老爷。老爷，哎，老爷，老爷，哎呀，喂喂喂，咩事啊？老爷，同我锁佢入监房一日。啊，喂，差人唔可以立乱踏入监房噶，仲要我踏差人，用咩理由？系咯，佢乱咁扯红旗，破坏大家嘅生意啊！系，咁入唔到罪噶。嗱，大家听我讲，听你讲，你听我讲啊！佢非礼我啊，入佢入监啦。四婶，报假案有罪噶。四婶，乜你咁搏啊？咪理我啦，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你要锁佢啦！锁佢话我解决。发生咩事啊？我俾人非礼咯。你俾人非礼？做咩用咁嘅眼神望住我啊？你做咩噶？我系差人。咁都唔可以用咁嘅眼光望住我老婆噶。我眼神好怪咩？唔系怪，系唔信我会俾人非礼嘅眼神，系侮辱嘅眼神。讲真啦。我真的不相信一个女人被人非礼完之后还会好像你这样精神奕奕容光焕发的。那你被人非礼过未啊？从未。那你怎知道女人被人非礼过之后不会精神奕奕容光焕发呢？哼，如果我好像你这样都有人非礼，我怎知道容光焕发啊？还松毛松翼添啊。哎呀，死定了，死定了，死定了，喂，死定了，死定了，好打了，好打了。什么事？什么事这么嘈喧巴闭？什么事这么多人？恩 Sir，呢班人搞出三单 case， 第一单就系阻差办公，第二单就系差人非礼女人，第三单就是女人打差人，仲有一单，呢班人集体非礼我。哦，咁仲有一单啊？佢差我啲生猪肉放喺司法公正，仲有一单诬告差人。如果你唔秉公办理咧，我告埋你噶。仲有边个冇 case 嘅？我同我一个月度混晒入间房，
有咩理由啊？收声！嗱，除咗差人，所有人离开差馆，当咩事都冇发生过。老爷，唔准讲数。唔准报案，老爷，唔准多事，唔准你望我，我望你，走啦，走啦，走走，一个跟哥，唔准走，可以走啦，全靠你俾人非礼咋，仲快啲多谢师姐，唔使客气啦，呢个世界咧有两种人，一种咧系解决麻烦嘅，另外一种咧。是制造麻烦的，没有我们制造麻烦的人存在，你们解决麻烦的人哪有存在价值？喂，哦，喂，啱见到靓女白沙展，是做事认真，做人认真，是不说得少，是看不起男人，是哇，空手到黑带，搭膊头会松针，揽腰即死，是哇，好多谢关照，冚唪唥清楚，多谢。是不是九龙总部我舊 boss 打来的？是，欢迎欢迎白小姐参加我们西湾的大家庭。Thank you, sir。喂，即刻带白小姐宿舍。Yes, sir。女人当差，你有乜前途啫？女人最好找人家，找个大树遮阴，主要凡生的仔咪过一世。你咁讲啫，算就我咯噃。哦，唔系，我讲笑啫。讲笑？讲笑会令你升职嘅咩？讲笑会令你发达嘅咩？哇，你真系唔讲得笑喎、啊！我根本就唔讲得笑，我讲嘅嘢就系要做嘅嘢，讲得出就做得到。咁你有咩做唔到噶？冇，对我嚟讲冇嘢做唔到。哦，咁啱啦，我今朝成朝请唔到期，唔该你帮我扯期啦。你冇理由做唔到噶。究竟我讲错咩呢？为了推后永客门的死期，我满腔热诚的去扯红旗，换来了责骂、侮辱。哦，你们去死吧！但整天都没有人死，死了的只是我的尊严，凶手便是那掌掴我的女人。我只是请求她扯旗罢了，难道救人性命是错的吗？没有错的我，失去了尊严的我，怎可以让那掌掴我的女人逍遥法外呢？我会同你报仇。是不是你用我火刮了我爸？你好彩啦！如果我咁样都入得你间房嘅，我就唔会净系刮你一巴啦。系你好彩咋？如果你一丝不挂我房度，我就一枪打落去。啲女人咁唔讲道理咧？对不起，你俾我感觉是非礼咗我嚿松啊！你做咩啊？我强奸紧住基本白饭，奸时奸啊！唔好搞到通台都系，知唔知道？对唔住，地下仲有啊！哇，连食饭都充满色情意识嘅，白沙展。你同佢住埋一间宿舍，好唔怪系嘛？冇法子啦。唔系冇法子嘅，不如同我住啊。你讲咩啊？冇啊，我边仲有间房啊。
咁边个去住咧？唔好唔好，当晚宿舍咁好环境，应该俾啲前辈享用嘅。老爷去住啊！哎呀，白小姐，你去住啊！哎呀，哎呦，冚唪唥唔好住，俾鬼住啊！请问黄小明喺度吗？喺度。我终于都揾到你啦！你知唔知啊？我揾咗你成几个月噶啦，个个都唔知道你掉咗去边。我初时仲以为你掉咗去搜证自保添。你见翻我开唔开心啊？唔好问啲咁难答嘅问题好唔好啊？系啊，人有时真系好难了解自己嘅。唔好咁文艺啦，前面嚟紧嗰班梗系你啲学生啦，系嘛 ？Mimi， 嗨。系。呢位是王 Sir， 是我半年没见的好邻居来的。Miss， 原来你叫我们来这里露营是有目的的。千里寻亲呢。Miss， 你男朋友来的。阿姐。不是，普通朋友，普通朋友来的。搞定晒了，一齐游水了。好啊。咪住咪住。我以皇家警察身份向各位同学忠告。冇食烟。冇饮酒。冇赌钱。唔好乱搞男女关系。你就想搞男女关系啊，你唔好乱搞男男关系啊。唔好游水。咩话？唔好游水。点解唔好游水啊？吓？因为西湾呢几日发现红潮啊。红潮？系咩？唔见啦。除咗红潮之外，仲有最毒嘅蓝魔鬼红胸武蓝白蚱。唔系啊。除咗蓝魔鬼同埋白蚱之外，仲有鲨鱼啊。哇！你咁夸张，都唔知信你好定唔信你好啊？其实。嚟旅行除了游水之外还有很多东西玩的，信我不要游水啦，我自己也很想落水玩的，但是这个海实在太麻烦了。哇 Sir， 你说到海这么恐怖，那我是怎样啊？那怎样啊？没法考啊。不考就不考咯。不如我们玩时间狼啊。我现在就放一份信报入去，希望1997之后这份报纸仍然能够好像今天这样为香港市民讲说话。我呢就放呢张乱咁画嘅地图落去，希望呢1997之后呢人哋以为呢张系藏宝图，揸住去周围乱咁搵乱咁查啲宝藏。哇，乜你咁大整蛊啊？嚟紧啦，我哋嚟啦，得你咋？小明，你准备放啲咩入去啊？我将呢啲日记放入去，希望呢两日发生嘅事唔好藏埋心底，藏埋箱底。呢两日发生过啲咩事啊？冇嘢。人生冇几多个十年，希望大家好好地咁过呢以后嘅十年。十年之后一齐翻嚟开呢个时间锦囊啦。好嘢！你走去行啦。等埋啊，等埋啊，咪攞住啊。喂，唔好落水啊！放心啦 ，Sir， 我老板会翻上嚟噶啦。芒果、西柚、日本温室蜜瓜，
台湾西瓜，望住个心口啲嘢烧唔熟噶，太过闹年，睇住啲嘢嚟烧啊！大树菠萝、菠萝、地满菠萝、芒果、西柚、日本温室蜜瓜、台湾西瓜、泰国榴莲、山竹，好嘢！有件事唔知有冇问你咧？问啦、啊，你知啦，嗰样嘢同你做之前。从来都未做过噶，所以你好后悔咧？有啲啦，我好后悔点解咁迟先做。哼，咸湿。喂，你系咪又系第一次啊？嗯，唔话你知。喂，讲我知啦，你系咪第一次噶？我唔识分噶。我写低咗嗰晚做过一切嘅嘢，放咗入时间囊度，十年后你咪知咯。诶，轮到你玩啦！大树菠萝。菠萝，唔好咁乸啦你。曾盼能共你相拥到千百遍，如今长夜里梦会真真的渗透又似场梦。难拒甜蜜是万分美照，几许会惊艳如是。你思凝望似有电，人已半醉，似笑中早起身重生，写意摇动。你与我今晚肩靠着肩，已是已默默情牵。如仿明月的烛光与灯也转，迷惑在你的眼波中，不可分身不知迷醉。默默不知初恋，多少次轻碰撞，愿知情事已荡漾。人已半醉，似笑中早倾心，随声写意摇动。你与我今晚肩靠着肩，好嘢，我翻宿舍瞓。明月的烛光与灯也转。听日见啦。迷惑。喂，起身啦，起身啦，快啲起身啦！喂，快啲起身，快啲起身啦！肥仔唔知喺边啊！啊吓 ，Miss， 肥仔成晚都冇翻过嚟啊！点啊？点算啊？点算啊 ？Miss， 肥仔唔见咗啊！嚟啊！肥仔唔见咗啊！咁去搵啦，分头去搵啦！快啲行，你我哋喺呢边啊！肥仔。Carmen 啊，去嗰边揾啦，肥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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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喺边度啊？肥仔，肥仔，我谂肥仔唔喺呢度喎，都怕系啦，我哋分头去揾啦。不过你唔好去咁远啊。好啊，肥仔啊，肥仔，肥仔，肥仔啊，真系隆重，去咗边？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好嘈啦！晨早流流嘈劝花闭，失踪未够24小时算失踪咩？我有分数啊！阿 Sir 啊 ，Miss Wong 都唔知去咗边啊！哎呀，唔好嘈啊！嘈到我心都烦晒啦！喂，嗰度好似有嘢啊！小明啊，快点抬佢上嚟，你有冇得救啊？肥仔，肥仔，老爷帮手啊！哦，嚟嚟，肥仔啊，肥仔，肥仔，肥仔。冚唪唥唔准喊啊！我仲未死，唔使二六，我拖嚟屎翻殿旁，请廖科翻嚟。Yes sir， 你冚唪唥跟我翻差馆落咗工，跟住冚唪唥翻香港。阿 Sir，Miss Wong 都未揾到。傻嘅咩？佢仲系细路咩？你惊我学佢啊？一阵会扶到噶啦，唔准喊。肥仔，没有错的我，失去尊严的我。怎可让那掌掴我的女人逍遥法外？咁我咪打错咗佢？估唔到真系有水鬼。都是做定啲準備功夫嘅。喂，老爷，小明啊，仲未揾到 Miss Wong 喎？仲未揾到？系啦。人又未翻，电话又冇，要唔要报警啊？黐线噶，你系警察嚟噶嘛？吓、啊，衰咗，我讲错嘢，咁天光就算啦，吓、啊，系咁先啦。乜喺度嘅？你去咗边度啊？我哋成日揾你啊。系咩？你哋真系成日揾我咩？你唔知嘅咩？我乜都知。咁你又知唔知啊？知咩？我系几咁爱慕你。知唔知？知唔知都好啦。呢个时候唔好讲埋啲咁嘅嘢。夜半无人私语时，而家唔讲，几时讲啊？你知道吗？由你烧衣俾我爱人嗰晚起。我就对你留下深刻的印象。烧衣俾你爱人，可能你觉得我好花心，但是阴曹地府，生活简单乏味，唔搞下啲男女关系好闷噶嘛。我唔知道你讲乜嘢，不过我从来冇觉得你花心啊，相反，我觉得你太痴心啦。系啊，我系好痴心噶，仲好痴身添。哇！乜你？你做咩啊？你当我手指系糖啊？我当你成个人都系糖啊！哎，喂！有人啊！有人唔理，有人都唔理啊！唔系你，真系有人，一阵住话，一阵住话吓。嗨嗨，唔好意思打搅晒。哦，唔打搅唔打搅。咩事啊？哦，红豆沙俾你嘅。俾我嘅？嗯。哦。
对唔住啊。对唔住？你同我讲对唔住？哦，你攞去食咗佢啊。咁嘅，我睇咗你早两日嘅记，知道怪错咗你，所以。哦。对唔住啊，我咁样对你。知错啦咩？你大人有大量，原谅我啊。你真系唔肯原谅我呢个杀人凶手啊？杀人要填命噶噃。咁谋杀尊严要赔翻啲乜嘢啊？你谋杀尊严，唔好再推我。梗系要赔翻啲尊严俾我咯。咁人哋特登煲糖水俾你食，又同你 say sorry， 咁都仲唔算失尊严啊？唔算，有牌都唔算啊。咁点至算冇尊严啊？无端端俾麻甩佬食亲劲嘅，咁就差唔多啦。贱格！我杀杀杀杀你个尊严！你喺度等等，我去搵老爷吓，你自便。你闩住！我问你，你系咪好中意佢？听唔到啊！我问你，你系咪好中意佢啊？我系咪一定要答你啫？系，一定要。哼，我嘅私人感情问题冇必要公开啊！咁你凭咩同我争啊？争？哦，原来佢以为我中意黄小明。爱情嘅嘢话嚟就嚟，话去就去，唔系话靠争就可以成事嘅。哎呀，听个得戚成哥嘅样啊，搞到同我争添啊，够唔够胆同我咬下手瓜啊？我对任何运动都会有兴趣。你嚟啊！你用力啦！同我斗输咗咧，点可以招定输赢噶？点睇啊？死物嚟噶！你怎么动手打人的？我怎止打你啊？为什么会这样的？我不是有心的，我不是有心的，我杀死人了，我杀死人了。凭你可以杀到我？啊？还不过来执回个头？起身啦！仲瞓喺度做乜嘢啊？你睇下你个样几戆，吸翻正气先。有本事再嚟过啊！你咪人，你咪人嚟噶，你系鬼嚟噶！鬼呀、啊啊！
做乜嘢啊？而家喂，你两个做乜嘢啫？做咩打交啫？唔系打交啊，系佢打我，佢唔系人嚟噶。你似唔系人啊？打成人哋咁。哎呀，有事慢慢讲，唔掂咪讲到佢掂啊嘛。同鬼讲，有得讲咩？鬼同你讲啊，打到人哋咁伤。唔好喊啦，你又系嘅，明知自己空手道黑带就唔好随便出手嘛。系咯。咩随便出手啊？我头先出脚踢甩佢个头，佢都搏得翻噶。哇！你真系大话西游喎、啊。系啊系啊，一脚可以踢甩人个头，你踢啊，你踢啊。你唔好乱嚟啊！唔得，我要证明俾佢哋睇。哇！你唔系啊嘛？你哋睇到噶啦，佢鬼上身，你哋要小心啲。你哋真系信佢唔信我啊？哎呀，点信你、啊？无情情踢人一脚，所以话女人打交仲浪个男人啊！嚟嚟嚟，唔好喊，起身起身啊！哎呀，老爷，啊，冇事嘛？做咩啊？唔好埋你。你点啊？哎呀，脑震荡啊！哎呦，你睇你睇，快点啊！来来来，找这个顶住，出来个，用力整啊！哎呀，做啊，佢开唔到噶。姐姐。有你猪沙蛋啊！掂咗啦，掂咗啦，喂，老爷，掂咗啦，喂，佢都掂埋喎，真有鬼啊！你啊，年少无知，见识少，但系精力旺盛，所以时刻有幻觉。轮到你啊，年轻貌美，身材好，但系始终都系女人，所以感情用事当错觉，当直觉。你啊，似老卖老，老头老，乌啄啄，白露为霜，唔睇错，听错，唔听错，讲错。唉，食盐多你食米，行桥多你行路啊！系，你食肺炎食塞米，行断桥行错路，所以多个系冇用噶，系有用嘅。今日做帮班嘅就系你，做一柴嘅就系我，你哋话系咪？啊，你分析嘅全部都啱，不过呢度真系有鬼噶。唉，唔使讲，证据，我要有鬼嘅证据。你唔能够啊！如果间搞到乱七八糟，有几日子弹都好，就证明呢个世界有鬼噶嘛？如果有鬼啊，我宿舍有鬼，你又教我鬼啦！你睇下呢度几干净，但系唔同喎、啊。唔准再讲鬼，边个再讲鬼，我一枪射死佢！嘿，各位早晨早晨，阿Sir，
My name is 关西，系嚟捉鬼嘅。Get out！呢个地方有啲唔正常嘅，我嘅第六感都话俾我听，呢边有啲唔正常，系咪啊，老爷？我就冇第六感，不过我一二三四五感都话俾我听，呢度好唔正常啊！啊！你想吓死人咩？我俾你吓死啊！真啊！大家四周围揾下，睇有咩特别嘢啊！周围揾下，周围望下好啦。行啦、啊！喂喂，咁恐怖都系唔好制啊！哎呀，周围揾下啦，一老木咁企度，行两步唔会死嘅。行啊！一步，喂，两步。小心啲啊！得啦，我会噶啦。救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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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救命！接住我皮夹，喂，好重啊！拎住，攞命咩？喂，好啦，揸住啊！唔使你救我啦，唔使你救我啦！救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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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小心救急啊！呢边到啊！快啲，快啲救我！救命啊！快啲救我啊！哇！你唔使除咗副烧烧落去救人啦嘛？跳落去，我就嚟有五位大啦！救命啊！救命！嚟接住啦！快啲！一步手，步手！阿华，你好啊！喂啊！你唔好放手啊！有嘢跟住我只脚啊！跟住啊！跟住啊！快啲拉啦！拉啊！放手啊！走啊！哎呀！我埋个尖，你嘅仔。系喎，真系有料啊！仲跟住啊！嚟拜拜啦，希望只鬼唔好再缠住你啦。王小明老爷白家烈坤西，你哋去晒边？班仆街啊！等翻嚟咧，一枪打死你！咦？喂，又有你呢度啊？系啊，前面系咩方向嚟啊？系差馆。
点解喺度演嘅？你系边个喺差馆门啊？屙尿！始终浸死咗啊！咩话？真噶，佢俾水鬼掹咗落海啊！俾水鬼掹咗落海，戆居咩戆居啊？总之啊，戆居啦！边个戆居？边个话戆居？唉，戆居已经系我哋生活一部分啦，仲有边个话我哋戆居啊？戆居打赖啦！小明，嗰边点话？佢话我戆居喎。夜妈妈，我哋点揾？唉，就算日光日白，你想捞翻条尸都唔系咁容易噶啦。其实同大海捞针冇分别嘅咋。哎呀，捞尸又点同捞针呢？小明，听日同我准备个西瓜。西瓜？喂，有冇科学根据噶？冇喎，不过有历史根据。西瓜点会揾死尸呢？西瓜国语点讲？丝瓜，咁咪系咯，丝瓜丝瓜，即系揾丝嘅瓜。小明啊，送个西瓜落海。系。识唔识游水噶？我冇话过我唔识游水啊！老爷，请求你一件事。咩事啊？借你个护身符用用。西瓜点会沉落去呢？条尸就喺下面，快啲潜落去。哦，
喂，塞埋啲枪啊！嗰边我对啦，铁箱大啦。唉，啲咁嘅天时，条尸摆到天光，臭到冤都似，臭都冇法子啦！打风落雨，边有人嚟收尸得噶？喂，哇，唔系咁猛系嘛？你咪生人唔生胆啦！头先系两条线唔觉意碰埋一齐，所以产生火花，系阴阳相撞所产生嗰啲火花。你试过有呢啲火花未啊？咦，我副有反应嘅，系？定啲定啲，系我只手嗨到佢，你产生火花啫。冇理由噶，咩冇理由啫？系嘛？呢点向边度啊？部嘢撞过嚟，等我纠正翻个本位，我要计翻个本位嘅位置，先至知道呢一点喺边度。等我计计先。又话烧咗个猪笼之后就会魂无栖身之所嘅，而家部机仲响嘅，喂，会唔会你部嘢乱点廿四噶？如果真系魂无栖身之所，咁啲鬼魂会去咗边咧？不在五行中，便在三界内。咁即系去咗边咧？五行就系金木水火土，三界就系杂界。唔系宅界，是天界、地界、人界。唔系，我系话个本位同发功嗰点集埋一条界啊！而家个本位，本位差本，咁咪即系呢度有啲唔妥啊？啊！啊！喂，佢望晒你啊，好似特别中意你咁啊！唔系啊嘛，喂，个符咧，攞嚟啊！唔好啊，你攞支电棍啊！唔使惊啦，我斜住佢，斜住。啊？我唔关我哋事啊！啊，我哋走啊！喂，我点啊？哎呀，又是脑震荡啊，脑震荡啊！哎呦，喂，搵佢入大龙，我哋入西龙咯，快啲，快啲，快啲啦，快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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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鬼，乜你咁论尽噶？唔系唔系，佢入唔到嚟噶，到天光佢就冇符噶啦。佢过紧嚟，我哋点啊？我都唔知噶，我都冇符噶。我有办法。等佢插条锁匙入我个窿度，我就掹咗佢嘅。插入去啦。喂，你个窿唔似啊，跟我嚟啊。你估佢信唔信啊？我就唔信啦，佢我就唔知道。佢信啦，信啦，快啲攞锁匙，快啲，快啲，嚟！信你老母！救命！救命啊！我冇事，冇事，真系冇事嘛！咁我哋而家点啊？外面大风大雨，又冇船，又冇车，又冇飞机，有乜点？我哋唔可以停留太耐噶。如果水鬼上翻起身，咁我哋咪大镬。既然系咁，我哋不如送入去东湾差馆，起码嗰边多啲人啊嘛。你话咩话？有只水鬼上我哋处长个身，你都戆居噶！你两个搵嘢抹干个地啊！我要闩翻道门啦，唔系再住你咪跌湿个地啦！究竟咩事戆居？呢单嘢就唉，唔使讲啦！戆居嘅事点讲都系戆居。咩料啊？咸鱼？我梗知系咸鱼啦，呢个咸鱼袋啊嘛！我系问大唔大镬啊？有冇手尾跟啊？唔做得唔得啊？咁啊？根据程序同区域划分。我哋可以唔做嘅。Very very good。喂，唔系喎，帮板，呢个嘢好大镬噶，搞得唔好手尾好长噶，所以我提议啊。好，老师忽即系老师忽，搞得唔好手尾好长噶。既然系咁，我哋乜都唔好搞，将佢摆埋一边，听朝上去总部。咦？呢份咩嚟噶？哦，喺度扶啊 Sir。发现尸体先有噶啦。唔系啊，咁搣咗佢啦。我哋要保持尸体发现时嘅原状，唔好多啲嘢少啲嘢，费事跟手尾啊！头脑，搣咗佢，一削。喂喂喂，唔好啊！搣咗道符，条尸会喐噶。戆居，沙先话有，搣咗佢。Yes sir。喂，佢真系会喐噶。喂喂，你即系师傅入仓，
我哋继续我哋日常嘅工作。叫乜蛋？叶半。嚟，我帮你。嚟。嗯？喂，你两个企喺度做咩？佢边出豆腐啊？吓、啊？去。嗯帮手抬条丝入去，费事阻住晒，快啲去啦！呢度有冇电线啦、啊？士多房有啊！你嚟帮我，李玉坤师，我有嚟准备，夹住条丝啊，随时有变化噶。喂，爽啲手啊！喂，你哋整还整啊？咪先乱当摊啊！喂，小心啲啊！死得唔眼闭啊！啊，仲擘大眼，帮你又唔知，眯埋眼。喂，喂，喂，啱条丝擘大眼定眯埋眼？吓，眯埋眼噶喎。哦，我见到佢擘大眼喎。爽啲啦，咁立噶。阿 Sir 啊，变啊变啊，条丝擘大双眼啦。阿 Sir， 好。喂，阿 Sir， 唔系吓你噶，只水鬼好猛噶，佢而家现形啦，你哋好走啦吓。乜你咁烦噶？佢把蛋，你睇下咩事？我睇过噶啦。叫佢去睇下，帮你打两手啊！沙先华，有，你睇下。Yes sir。当我噶，你嘅咪你嘅咯。一叔，诶，唔该晒，清一色三辣，诶，磅水磅水，速速磅。冇搞错啊！一坐低就出厂。咩事？喂，做咩喂？哇！咩事啊？咩事啊？你嚟啦，嚟紧啦！冇事冇事，入面少飘事啫，我好快会整翻噶啦，攞支电筒俾我啊！哦，请问有冇电筒啊？我有，我攞俾你。喂，攞多两支嚟叮当啊！老爷啊，嗰条丝人擘大双眼啊！真系真噶。唔该，快走啲啦！啊！来啦来啦来啦，电筒来啦！阿林啦，来！唉，都系攞支电筒啫，系真系整实啲，整实啲，跌落嚟噶会。咁啊点啊？唉，我哋继续啊，继续啊，唉，你绑实佢先，冇俾佢停啊。嗯，点啊？点啊？点啊？冇事啊。诶，起身啦，打多手啦，你翻人打啦，咁渣行啦，唔打咪唔打啦。好，冲翻个靓凉先。哇！你砖块咁湿噶？嗯？哇！屋顶漏水啊？冇啊，边度有漏水啊？系我出汗，我觉得好热，打色啦。哇！你未试过出咁多汗噶、啊？你咪唔妥嘛？唔多事啦。
你流咁多汗噶？唔通上咗佢身？你上咗佢身啦，打咩啊？发送啊！发送啦！喂，唔知佢讲你咩咧？系咁督你背脊喎。做咩啊？冇嘢。小虎，三男，打完。好事。哎，老爷！哎呀，哇！哎呀，别想，别想，快点爷，快走啊，快走啊！哎呀，哎呀，快点散步！不要啊，买海鲜啊！不要啊，再买大只鸡啊！阿叔，冇啊，阿叔冇啊，冇啊！不要啊，再买大只鸡啊！冇啊，冇啊！咦，喂，你颈有朱砂，嗰只嘢怕你噶，你顶住佢，顶住佢，顶住啊！有麻雀唔打，揾麻蚁捉鸡仔，喂，咁都捉唔到噶。哎呀，你行开啦，等我嚟啊。大麻蚁嚟捉，即系捉啲捉你哋啊。嚟啊，我嚟啦，我嚟啦，我嚟啦。咩啊？我唔得，系要佢啊。我有天杀了，你把咩啊？
快啲翻入嚟啊！只水鬼杀咗草仲犀利噶，翻入嚟，翻入嚟啊！快啲啊！快啲入嚟啊！我开枪射花佢噶，快啲啊！我只系顶住档嘅啫，快啲翻入嚟先啊！快入去，走啊！喂，黄志明，停一佢啦！水鬼未死噶，哎呀，好戇啊！做咩咁多水噶？啊！梗系鸡巴蛋冲完凉唔记得闩水喉啦，快啲闩水喉啊！哦。水喉冇开到啊，系坑渠水涌晒出嚟咋？嗯？弊，水鬼可能负水上身，喺我哋其中一个人身度。肯定唔系我，水鬼上身会出汗，全身湿晒噶。哦，而家我亦都系全身湿晒喎，水鬼啲汗特别咸噶。哦，啊，我淡噶，自己奶信唔过嘅，我哋胡奶，胡奶，你奶我咯。嗯，嚟，我哋大家围个圈。哦，嚟嚟，伸只右手出嚟胡奶，嚟啊！边个打到边个喊嘅？佢好喊噶。喂喂，关帝唔可以支持噶，女人点到关帝噶？唔好埋你啊！呢个全世界最猛嘅女人，惊未？惊咧！我是全世界最善良的男人。
老爷，掹咗佢，掹住佢啊！哎呀！打死你！呢个时候唔好玩啦。玩咩啊？你只手咯，吓，两只手，咁嗰只咧？你好粗啊！唔使惊我哋噶，离低佢，唔放手啦你哋！我唔得啦，我唔得啦！哎呀，你唔好走住，唔好走住啊！我唔得啦，我唔得啦！哎呀，哎呀，我真系唔得啦！太迟啦，佢走咗啦！老法官都插住你住噶，四阿仔跟我嚟。点啊？系，而家点啊？担住佢。揸住。捻住佢条颈，我捻佢条颈，快啲啊！阿 Sir， 一阵你负责后厨。生老狗。准备开枪，走啊！中唔开枪，快啲开枪啊！走啊！Thank you.
点解系我嘅？